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现在坐在那里，能看到其他脱口秀演员的表演，我很激动。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没有字幕的话，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于像我这样的新人来讲，一开始的自我介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一些简单的笑话，如果说的很有意思，就能给人家留下幽默的印象。总的来说，需要根据自己想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来好好考虑自我介绍的内容。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今年二月来到上海后已经好好被隔离的安全的日本人，请多多关照。因为对我来说，给人家安全的印象比幽默的印象更重要。首先我最近心碎了，像我这样的日本人来讲，中文的发音是挺难的，一个词一个词，我是通过查电子词典或者手机来确认每一个句子的发音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好好练习后才上台讲的。但是我讲完了后，有些中国人对我说，哦，你的中文很像手机里的 Siri。 看来我太依赖数码产品了，请大家不要问我明天的天气怎么样。我以前回日本的时候，是很久很久以前回日本的时候，我找朋友一起去吃饭了。那个时候我朋友问我，你已经会说中文了吗？我跟他说，简单的中文的话我都听得懂啊。但是我朋友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因为我朋友以前也考过我，坐在旁边的中国的旅客，他们在聊什么你听得懂吗？那个时候我答不上来的。所以我想拜托大家，去名古屋旅游的时候请尽量别用广东话。其实跟中国人一起去过 KTV 的外国人都会以为自己听不懂的中文都属于广东话。没想到今天来自广东的脱口秀演员也太多了。我朋友最近开始学中文了，快要学一个月了。他特意拿出来了中文的课本，然后就开始考考我的中文水平。但毕竟是初级的课本，内容都很简单。小林，马上给你是什么意思？我回忆了一下，人家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过了多久把东西给我？就说大概五分钟以内，或者明天给你的意思。还有我考试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我朋友的中文，他的中文的发音果然还是有很重的日本口音，有可能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想问一下，大家见过日本口音很重的人吗？啊，看起来好多人见过呢。大家给我一点点面子行不行？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知知识的发音。我们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知知识的发音。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发成细，渣发成渣，所以如果有难过的事情说我扎心啦，也会变成我加薪啦。人家跟我说太好了吧。因为在日本学的话，这个口音的问题无法解决，我想说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我来了上海留学。有可能我去北京留学的话，我的发音会变好一点。你在哪里学的中文？我吗？北郊。真的好帅。外国人用中文的时候最担心的是自己说的中文有没有被人误解，但是这种语法上面的问题，外国人跟外国人用中文交流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双方都不太会讲中文，用不着那么考虑说话的方式。我留学的时候同一班的外国同学问我，小林，你家有猫咪吗？我说我养过猫咪啊。然后他说养过，所以已经死掉了。虽然讲的不太合适，但是我也能理解对方这么说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也不会在意。
我留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活动，和一个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有过一番交流。我想确认一下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的口音是什么样子的。为了让他用中文，我故意用中文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在北京留学的话我们的发音会变好一点？他说，嗯，我觉得是。嗯，我觉得我的发音也算是不错。我跟他说了，对不起，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嗨，谢谢大家，拜拜。哈喽大家好，我是蒙恩。就是真的，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觉得我会是有遗憾的人吗？我真的，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我一辈子不会遇到什么大事去遗憾，但是我可能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我最近遇到的最遗憾的事就是我去年去日本没玩好。我真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经历，也避免你们踩雷。就是首先，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第一件事一定不要因为省钱去选择坐廉价航空。我不知道你们坐过那些联航没有，我坐的那个就它飞机上的硬件设备和它的服务水平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火车飞上天了。我那一路颠的呀，我的天哪，就人家的飞机是偶遇颠簸气流，我那飞机托运了两箱气流走，好不容易不颠了，空姐推着个小车就出来卖东西来了，她真的是在推销面膜和刮胡刀。就在他那个颠簸的节奏还有他那个激情的叫卖当中，我真的恍惚了。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本来想问空姐，就说到东京还有多久，结果我脱口而出到东京还有几站。那空姐回答的更可气，我都分不清他跟我幽默呢，还他以前职业病犯了。他说下一站到了，你睡吧，换票的时候叫你。然后去了日本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朋友都要让你去日本带很多药回来，对吧？什么治痘的、驱蚊的、止痛的，还有带什么就是防止脚后跟干裂的。对，我当时我在日本，我什么也没干，我就干药妆店的，你知道吗？我当时感觉我就是当代徐福。然后，而且日本的那些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它很鸡肋，它没有多大用处，就是那种治大病不行，但是那小病不治也行，是吧？我当时甚至想过，就是徐福当年东渡啊。不是没回来，回来了又被秦始皇赶走了。你们想象一下，秦始皇躺在床上都快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徐福拿着药过来啪啪啪一通喷。秦始皇说，这样能长生不老吗？徐福说，能驱蚊。这样能让您走的时候呀旁边清静一点。真的没有用。而且我跟你说最过分的是什么，最过分的是我一个朋友，他让我带一个药，这个药什么疗效都没有，唯一一个作用就是吃了它之后能够让你排出来的东西变成彩虹色。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玩意儿，哥们是没见过彩虹吗还是怎么样？哪儿买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些服务人员解释，你知道吗？我英语不好，那日本人英语更差，我就跟他说，我说 One drug， 砰 rainbow。 掌握好一本卖淫是多么的重要的。然后我住的那个民宿也非常的差，我的那个淋浴室下水道堵了，我的女朋友就去那个打电话找老板。就是我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英语好的人和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会非常有障碍，但是如果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我女朋友英语还行，但是她就是下水道堵了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他也解释不清楚，那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我来。那一电话我就说 You know、就是你们知道英语好不好你说话先 You know， 你知道 You know My bathroom 下水 Underground water。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的笑我，她说 Underground 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 Underground rapper 呢？但是你们知道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那个日本老板说Underground water， 哥们儿听懂了。到了最难的地方，堵了怎么说？
我当时想想怎么，my underground water yesterday 刷刷刷刷刷刷刷，but today 蹲蹲蹲。晋级了，晋级了，进了，进了，五分钟不到，老板拿着皮揣子就上来了，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民宿其实它的隔音非常差，我旁边住了一外国人，带了一小孩，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对吧？就半夜不睡觉，就往死吵吵。然后我就听见了，就说 Daddy， 后面我也听不懂啊。然后但是他爸很有素质，他爸就说 Baby， 我想把这我掉我掉我掉掉。结果小孩说 OK， 我当时凭借我仅听懂的三个英文单词和当时的语境，我分析出那爷俩的对话是这样的：爸爸，我睡不着怎么办呀？宝贝儿，你要是睡不着啊，你让旁边那屋也别睡。好的，今晚咱们谁也别想睡。我忍不住了，我一定要出去跟他理论。虽然我只会一个词，就是 shut up。我为了让他听懂，我专门在屋里面拿着手机听了三遍 shut up 的发音。出门之后，正好旁边老外也出来了，结果大哥是一黑人。我当时我吓得我就是 Welcome to Japan。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啊，我每次就是有个什么习惯，就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我就是那种第一次来的人，就显得很生涩啊，对什么也好奇。我特别希望就让我显得这样，我对这儿很熟，我经常来玩。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不说话，我在日本街头走的时候，人们真的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日本当地的哑巴。除了这点之外，就是千万不要去那种网红店。然后日本最火的一家网红店就是周杰伦去过的那家奶茶店。我觉得那家店就是在利用周杰伦在骗中国游客的钱。那家奶茶店他就在门口写了一排中文，只有中文写的亚洲天王周杰伦爱喝的奶茶，然后他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电视，就循环播放那首 MV， 就说好不哭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当时就心想，我排队的估计全是中国人，我就说我们的钱就这么好赚吗？我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在附近商场我就找一个洗手间我包下来，我也写一个牌子，亚洲天王周杰伦来这儿上过厕所，我在厕所里安上小电视，也放周杰伦所有 MV， 你们上厕所也能看。然后周杰伦唱的哪里有彩虹，你碰 Rainbow。谢谢大家，我是蒙恩。大家好，我叫周奇墨啊。谢谢。说实话，我来参加节目呢，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我希望从此呢能赚点钱。我挺想挣钱的，其实。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但一直没有渠道啊？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命运都很着急，说你倒是进呐，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但咱得走个形式啊。没有，没有钱，而且不光没有钱，有的时候呢，我还得一直小心着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我进去以后跟那个店员说，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灵。那个店员点点头，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说你吃这个吧，啊，这个是特效药，见效快。我一看那个价格，我说那个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啊，这个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啊，你就给我拿感冒灵就行了，啊，不吃是吧？然后他又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灵啊，他说啊这个也灵。我当时就很恍惚，我想为什么我的中文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那个店员问我说，你咳嗽吗？我说有点咳嗽啊，那得配个止咳的啊。发不发烧？我说我倒是不烧啊，那也得配个退烧的啊。当时那个柜台上放着三盒药，没有一盒是感冒灵。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我能看见感冒灵就静静的在下面放着。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没有人从我这里拿走过感冒灵。
当时想，怎么的？现在买钥匙得抢吗？啊，说得哪天半夜拿把菜刀过去，给我，不是钱，干毛灵。你看你脾气这么大，你是肝火太旺，你知道吗？你这个特效药，你去一下火。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所以我想怎么办？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我是不是可以后发制人？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比如我进去以后呢，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对吧？我一进去以后，他说买药啊，我说啊，随便看看。你想买什么药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怎么离了我都这话说的，我们这什么药都有，你有什么病啊？你看我像有什么病啊？他说不知道，但你肯定有病是吧？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越来越飘渺。到了第十句话以后，他已经崩溃了。可是存在先于本质，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都叫干啥？我拿块干毛灵，给你不就完了？肝火有点旺。其实说实话，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对吧？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因为父母特别舍得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包括学英语什么的。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看见一个小男孩拿着 pad 在那儿学英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父母带他去那儿，知道？关键他第二天怎么跟同学吹牛，你知道吗？啊，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学了一晚上英语。然后他那个 pad 上吧有一个口语软件，上面会显示一句话，这个小孩要做的就是读这句话，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就会给他发出呜这种虚假而劣质的欢呼声。然后那天啊，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啊，他就在那儿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 啊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关键呢，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坐着一桌老外，背对着这个小孩。在这桌老外听来，就感觉是你中国人坐在酒吧里，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哎，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吗？”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没有人，夏天，没有人喜欢。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我一抬头发现啊，那边有个老外，但他可能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 AI 交流，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估计他这个时候肯定在想，为什么我的爸妈不给我在 pad 里装上51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啊？哎呦，我这第一次见证直播这样。我也是，太难见了，百年一见。那有真人外国老师一对一实时互动啊，试听还不要钱，为什么不装？否则现在哪至于这么尴尬？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点到了下一题。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我就老外 Yeah. I like winter. I like whatever the f*** you like.
Just shut up！ 然后那个软件，好，谢谢大家，谢谢。Hey,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Hey. Okay, let's have some fun. 哇，大家的英文都很好的样子。大家好，我叫豆豆啊。前段时间呢，我下载了很多的 app， 用来买菜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 app， 他们的验证方式都很有趣。最常见的就是四个七扭八歪的英文字母，那个 X 长这个样子，哦，那个 H 更过分，长这个样子，那个 K 啊，长这个样子，就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像在参加女团选秀一样。我就经常输错，因为我是个女团爱好者，我经常错个十几二十次的样子。我就发现现在的算法非常的精确，就是当你错的次数足够多，系统会自动的把难度降低到跟你智商相对应的等级。我经常三个 A 一个 B 通过验证了。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验证方式是为了筛选掉哪些用户的？肯定不是我这种虽然愚蠢但是很有耐心的用户。难道是那些从小学习特别好，见不惯别人字写的特别差的学霸吗？但是他们又是优质用户，对吧？而且这种验证码的存在啊，会让老师特别的难堪。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老师说，豆豆，你看你这个写的啥呀？啊，字儿你都写不好，长大之后你能做什么呀？我长大之后可以设计验证码。我努努力还能当个医生什么的。对，听得懂这个段子的就是听脱口秀的优质用户。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验证方式，就是在屏幕的左边有一个拼图，在右边有个相对应的空隙，你要把拼图滑到空隙里面啊。这个时候系统会提示你，你用了多少多少秒，击败了全国多少多少的用户。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种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啊，会被突然激发出那种胜负的欲望。有些时候我明明通过了验证，我还回到这个验证页面，我要再来一次。刚才是 1.3 秒啊啊、not my best. I'm gonna try it again. I'm gonna be the one. 他这个太强了，他这个全靠表演顶上去。我就发现这些 app， 他们在被下载下来之后，丝毫的没有想要跟自己的用户保持距离，他们每一个 app。都想要全方位的快速的热情的了解每一个用户的喜好，他想要获取你的定位，打开你的相册，打开你的麦克风。前段时间我下载了一个助眠的 app， 这个 app 它会在你想要入眠的时候播放一些白噪声，比如说下雪的声音，婴儿喝奶的声音。好羊奶选蓝盒，蓝盒绵羊奶全羊乳配方，好喝又营养。篝火的声音来帮助你快速的入眠。绝，仿佛没有打过广告。这个 app 它居然想要打开我摄像头的权限。哦，你是要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睡着吗？我觉得人和科技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不然你不会觉得自己下载的是一个 app， 你会感觉自己交了一个非常黏你的网恋的女朋友，她想要读取你的定位，打开你的相册，打开你的麦克风，还有摄像头，对吧？而且每一个 app 跟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生都很像，她们每天每天会重复问你一个问题，她想要让你对她做出评价：你喜欢我吗？我好看吗？写到评论 ，right now， 告诉别人，快点，对不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前段时间我还下载了一个运动类的 app， 我听着还特别喜欢下 app。这个 app 我研究了一下，你可以在上面云直播自己跑步，这就意味着有人可以云观看你跑步，他们甚至可以为你喊加油。你收到了一次加油。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上一次跑步被别人观看是什么时候吗？是我高中大扫除的时候，跑出去打篮球被我们教导主任抓住了，把我们在操场上跑圈，来呀，跑起来，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我觉得跑步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因为它的过程很长，但我只想让你看到我的结果，我跑完之后瘦了，自我提升了。多少人在朋友圈发的都是跑完之后的路线图，没有人会发自己跑步的时候动图的。喊两圈，没有人会发这个的，对吧？而且你们能够想象，几个？三个。我跑着跑着，耳机里传来教导主任的加油声吗？
哎呀，跑起来呀、啊！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我今年24岁了，我发现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跟长辈之间的距离好像慢慢的拉远了。有些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懂我了。我的外婆就不理解我为什么不爱吃早饭。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吃早饭，早饭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比重很小，我们可能一片面包一杯咖啡一天的生活就开始了，但是在长辈的概念里面，早饭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家早上要炒菜了，要煮一锅粥，一大锅粥供一家人喝。每一次外婆把那锅粥端到桌子上的时候，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家有这么多人吗？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my family? 那锅粥啊，从早上6点钟开始煮，差不多到9点钟我去喝，那就不是一锅粥，那就是一锅饭，加了水的饭，湿润的饭。我们家早上喝粥用筷子的，那锅粥厚的，我把筷子插在那个粥里面，那个筷子能够站在那儿，然后像小区门口的停车杆一样缓缓滑落。我是真的喝不下去，但是我的外婆更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到了半夜12点，我喜欢看一些吃播。现场有喜欢看直播的朋友吗？有喜欢在半夜12点看直播的朋友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种23、24岁的热血男青年，到了半夜12点，身体上有个开关被打开了一样，我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啊， Oh my god, I'm hungry. 真的是，他的语气词全是用英语来完成。而且那些 UP 主，那些主播，他们吃的那些垃圾食品好像越多我越开心，10桶泡面，20个鸡腿，因为这种事情你平时敢想不敢做了，但是有人替你做了，你就满足了心中的那种好奇心和犯罪感，对吧？这种理念你很难传达给外婆，她也理解不了，你举不出那种特别健康的例子，没有人直播的时候喝粥的。你打开任何一个直播软件，没有一个主播会说，各位老铁，今天咱们喝粥啊，一大锅。哎，我看弹幕里有朋友说这是饭，这不是饭，这是外婆煮的粥，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广志啊。谢谢。就我们这一组的阵容，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我那另外两个对手，就是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布兰跟朱奇墨，对吧？其实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本来是这样，就是呼兰选了我，然后朱奇墨呢想跟呼兰然后巅峰对决，然后他又选了呼兰。但是我们这个赛制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就是他俩巅峰对决，然后把我淘汰了，你知道吗？最近出行的话，大家都会喜欢戴口罩出门，对不对？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口罩可以遮丑，我刚开始我相信了，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口罩遮丑这个事情，它也得分人，因为有些东西它是盖不住的，你知道吗？你就像比如像我这种人，就即使我戴上口罩，就你看不到我长得有多丑。但你从我整体的这个气质当中，就是你能隐约的感觉出来，就是这个货它不好看，是吧？就那种感觉就跟刮奖是一样的，就虽然说你刮奖，虽然说你戴上口罩之后就只露了一双眼睛，但你刮奖刮出个屑来还接着刮嘛，就给它垃圾分类了，就不刮了。就是其实我最近反思过我自己的这个颜值，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长得不是特别的丑，但我说我自己丑也不违和的那种类型，你知道吗？就等于是我觉得我是那种我长在丑和帅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上了，你知道吗？就怎么说呢？就等于是我的颜值是属于那种就进可攻退可守的，你知道吗？像李诞那种就属于是易守难攻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节目已经播了一期了嘛，然后我的好多朋友他们看到我上了那个节目之后呢，他们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挣到了很多钱，这样其实并没有，就是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选手是没有钱的，我现在不仅没有挣到钱，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来回的话要300块钱，就是录到现在的话我已经往里搭了就4000多块钱了。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就是如果那个打车的报销再不下来的话，我就得退赛了，这样。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观众说，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我说因为片场周围根本就没有地铁站。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明星，就是。可以啊，可以。
我们家真的离这边特别的远，就是我们家是住在另外一个郊区，在宝山那边，就是特别宝山，就七号线的终点站那个地方。你们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吗？啊，你们都知道是吗？你们好穷啊，这边。真的，我们家住在那边，就是如果你没有住过终点站的话，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就我住的那个地方，它郊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第一次出了那个地铁站之后，我看到地铁站旁边竖着一个警示牌，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严禁捕捉野生动物，违者追究法律责任。就看到第二句话，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因为这个地方它起码它有法律。就而且我们家还不在地铁站附近，就是我每次出了地铁站之后呢，我还要大概再骑自行车，就骑个2.5公里才到家，这个样子。真的，就共享单车直接就包了半年的，但是包完就后悔了，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了，没有共享单车。就他们骑回来个摩拜都藏到树林里，对，就在我住的那个地方，谁要是从外面骑回来一个摩拜，就谁就是英雄呢，在我们心中那个人就是骑士，就是那个。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嘛，所以说就会导致我经常的坐地铁。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然后挤上去之后我就没有坐，然后我就站着嘛，然后这个时候我旁边就站了一对情侣，就是我们三个人就都没有坐，就都站着。然后这个时候当我们面前就突然空出来一个座的时候，就那一对情侣他想去坐那个座，但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抢座，他第一时间是他们俩在一块商量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座，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你知道吗？就那个男的就特别霸道总裁样子，哎，那边有一个空座，你去坐，你坐，我不累，你去坐，你去坐。哎，对的。然后他女朋友还不坐，他女朋友在旁边。哎呀，我今天在公司我都坐了一天了，我不累，还是你坐吧，你坐，你坐，你坐。就是我在旁边看着我就懵了，你知道吗？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座就是你们俩的了，是吗？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我等着一下旁边思考，怎么回事？现在地铁上都有情侣专座了，是吗？就这个座，就我可不可以坐呢？甚至有一次，我都已经坐下了，然后他们俩还是会在你面前，哎呀，你坐呀，你坐呀，你坐呀。这个时候我又在想，你们这种人，你们是不是就是故意来炫耀你们拥有爱情？是不是故意的？你们还有什么花招？尽管给我使出来。不害怕你们了。还有就是大家坐地铁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那个地铁上满座的时候，然后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然后这个时候站在过道中间的那是替补里的首发，有这个感觉吗？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坐地铁我就特别害怕坐过站嘛，然后每到一站之后我就喜欢就是不停的看那个地铁路线图，就不停的看嘛，不停的看。然后就有一次有个大哥他看到我看那个路线图了，他就以为我要下车了，然后他就挤过很多人，就拼命就挤在我面前，就站在我正前方，就这么站着，你知道吗？就这么站着，就这种情况大家都明白，就是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他就是你那个座位的第一继承人，对吧？是这样的。但是那次那个大哥他真的误会我了，就五站了我都没有下，大哥看我一脸疑惑，怎么每一站看上去都想下的样子，但是还不下，是到底是住在哪一站呢？就是在上海流浪是吗？我干过这事儿。就算是流浪都五站了还没有选到自己喜欢的站吗？你名字不喜欢吗？什么？我发现就是当地铁上空出来一个座之后，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规则的，它是有规矩的，你知道吗？它的规矩就是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是一样的，就你只有当这个第一继承人这边没有人的时候，然后你旁边这个第二继承人才可以过来继承，对吧？继承权男女平等，对不对？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我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继承法，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是用不到继承法的，使用继承法的前提得是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才可以，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发现就会有好多人坐地铁，他起来之后他喜欢指定一个人，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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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我先下了，我先下了，我先下了。就这种情况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因为人家走的时候有遗嘱。好，讲那么多，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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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们浮夸的掌声中也不难听出对我的关爱，是吧？哎呀，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脱口秀大会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强颜欢笑啊，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哈，在这种时间点还不离不弃来看我们录制啊，非常感谢你们。还是你们根本就没有看新闻什么的？看了吗？看了，看了还来啊？感谢感谢啊，很神奇对不对？这个节目居然还在啊，这个公司居然也还在，非常意外啊。最神奇的是今年还有很多新的脱口秀演员加入。这个脱口秀呢就是一座围城是吧，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是吧。去年的脱口秀大会录制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啊，这家公司意气风发啊，这个卖票一票难求啊，全国巡演全球巡演，本来我的那个海外巡演票已经全卖光了，后来疫情嘛，疫情就全取消了。我当时觉得那个就是效果文化2020能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了。显然我低估了2020是吧，我也低估了这家公司是吧，错上加错哈，折上加折，本不富裕的脱口秀行业现在雪上加霜啊。我们非常需要有人雪中送炭，但很显然也没有人给我们送啊，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了。欢迎各位来到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怎么办呢？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对不对？怎么办啊 ？The show must go on。你看，这个口语，为了海外巡演特意练的，根本用不上。这个疫情真的恍如隔世，我去年的计划做得很完美，我说今年呢我就少上一些综艺节目，我就好好的去演出，结果现在演出全都是半瘫痪的状态啊，又去接了一大堆综艺节目，大言不惭坐在那儿给人当评委是吧，录着录着有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人家别的节目吧真的特别好笑，压力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比我自己做节目好笑，怎么办怎么办是吧，只好又接了一些没那么好笑的节目啊，平衡一下啊，麻醉自己是吧，你看麻醉自己其实是有合法的途径的啊。我们上海的演出大家去看了吗？终于最近也陆续恢复了哈。恢复以后呢，我们特意请了当时援助武汉的那个医生们，然后说请他们来看放松一下，然后跟聊天，一个医生就说在武汉最累最苦的时候都是靠我们的节目来放松的，我很感动啊，我说就为了你我要多做好看的节目，他说哎，节目不好看没有关系，你们的八卦也很好看，你治病救人你说什么都行好吧。但我们脱口秀大会三呢还是只有一个目的啊，还是希望带来一个好看的节目，所以今年的赛制也好模式也好都会更刺激。大家也看到我的右手边有50位朋友，今天的突围赛啊，两期突围赛他们最终只有25位可以坐到这边来，非常刺激是不是。我也反思了去年的脱口秀大会，我觉得哪哪都好就是不够刺激，我觉得是跟去年的冠名商是有关系的，酒啊天天送酒，一个个高兴的啊，无心比赛，还有中途退赛的，还有那种杀到了决赛突然就放弃人生的，是不是？今年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今年都给我喝奶啊！今年我们的总冠是这个蓝河绵羊奶啊，全羊乳配方，希望大家喝完以后呢都能像3岁的小孩一样不知疲倦，死缠烂打。我们这个总冠的谈判过程也非常艰辛，这个是在湖南，老板是湖南人，我飞到湖南跟他谈判，他说什么都谈妥了，他就有一个担心，他说你看李诞你们这个节目呢，你们的观众也都挺坏的是吧，他是不是会把我们蓝河给谐音成南河南喝，然后来笑话我们。我说你们这个这不是谐音的问题，这是口音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只有在湖南会这样是吧，其他地区的观众应该不会这样对你们，而且老板就算有人说难喝啊，我也会解释成是因为我们绵羊奶产量稀少难以喝到。
老板很开心啊，老板非常开心，说啊，李诞你这小伙子啊，太会讲话了，难怪出那么大事公司都没有倒闭啊，厉害厉害，太厉害了。既然还有这么多的朋友愿意信任我们这个节目，愿意加入脱口秀这个行业，那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还是要对他们负责的。今年依然请来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担任领笑员啊，向全社会来推销他们。鉴于今年的环境啊，这个推销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第一位领笑员呢，他是不光可以做领笑员，他还能带货啊。他不光能带货，他还是在座的许多脱口秀演员的启蒙老师。让我们欢迎跟脱口秀交个朋友的欧永浩。去年看过这个节目，我还挺喜欢的。另外我是李诞的粉丝，何况还有一个美女张雨绮老师。对，是。第二位领笑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现在变成了一个女团成员。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团，有没有出道，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C 位，但是以他的性格，他如果不是 C 位，那个节目组也很危险，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位朋友对残酷赛制的理解，以及他本人对人生残酷一面的经历哈，都能够帮助到我们脆弱的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让我们欢迎张雨绮。什么是脱口秀？就是把你的一些观点用很幽默的方式，很幽默的态度感染到别人，可能就是用幽默的态度看世界吧。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王博。就差一票，我太刺激了。不过我已经顾不上这种人，我们组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组这三个人你们都知道是谁了对吧？就是我、小慧、Rock。 我分到这个组的时候，我发现也很巧，就我们三个啊，这个人生状态正好是已婚、未婚。离婚啊，公司最近离婚的朋友有点多啊，必须得说清楚是谁。很巧，就是只有我需要面临这个生孩子这种人生问题啊。但我其实对于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是颇有疑虑的，这跟家庭背景有关系。我老家在农村，我一直都觉得是因为我们大家没有商量好生孩子的时间，把我们所有人生的辈分特别乱。我在老家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了，我有一个10岁的孙子，关键是我还有一个9岁的爷爷。就这两个小朋友啊，好巧不巧还是我们节目的粉丝，每次看见我特别开心，尤其是我爷爷，每次看到我都说哎呀特别喜欢你们节目啊，每期都看。但是我听起来那感觉就是孙子干得不错啊。你知道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照了一张相，就是我是吧，我爷爷，哎，我孙子啊，我们在一起这样照了一张相。我妈给我们拍照，拍完之后她发朋友圈，特别开心，配的文字是看五世同堂。而且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其实意味着很多的责任。第一项就是你要给他起个名字。我觉得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儿啊，是一件不论你怎么慎重都没有用的事儿，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当年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爸妈就非常慎重，给我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名字，经过层层筛选，各种淘汰，各种待定，跟我们节目一样啊。最后突出重围闯进决赛的两个名字是庞博和庞龙。我现在充分理解什么叫蝴蝶效应。就是父母当年一个不小心，我的代表作就是两只蝴蝶。不太接。我觉得这就是小朋友会面临的困境，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决定不了，这个世界就是成年人所定义的一个世界。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感触特别深。他说4月30号这一天是国际不打小孩日。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就是成年人以自我为中心达到顶点之后能起出来的破名字，是吧？你说小朋友看到这个名字他怎么想？什么？就只有今天一天不被打吗？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朋友，我宁愿4月30号这一天啊是国际打小孩日，是吧？咱们就今天好不好？你就今天你就打我，你就把我往死里打，好不好？就未成年人保护法我放弃了，那是。因为我们都当过小孩，我觉得挨打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种即将被挨打的那种未知的恐惧。就你想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你让这些小朋友怎么度过这一天晚上的12点？
所有小朋友是吧，藏在被子里看着墙上的钟，家长推门进来了，儿子国际不打小孩日过去了，劳动节来了。好，终于打开一个，有灯有灯有一个灯笼。大老师您看我尬干嘛？你要看李诞，没有架子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竞争太激烈了，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神童。你们看新闻了吗？就最近有一个小女孩神童，十几岁，一天能写几千首诗，这是我见过最废回车的神童。真是，我觉得他们家对待诗的这个标准得有多低？是不是？是不是他每天在家，哎呀，爸，我饿了，好吃，好吃。不是，咱们晚上到底吃什么？两首了，两首了。而且还有一个小男孩也是，就履历特别的吓人，什么两岁就开始爬山，对，五岁学会了开飞机，七岁的时候穿越罗布泊无人区三次。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一直在想，孩子三次，你穿过去又穿回来又穿过去，神童都不需要回家吗？而且最厉害的，我看到的还是一个小学生啊，已经在家长的帮助下开始攻克癌症了，太厉害了！我小学的时候连癌症这个癌字都没有成功的攻克下来。我觉得我跟他比，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弱智，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新闻看多了，其实说句实话，我的内心是担忧甚至是愧疚。就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想，如果我将来做了家长，我很难面对我的孩子。你想象一下，我很难想象我的孩子以后都是这样的同学，是吧？我的孩子如果回了家之后用天真的眼神看着我，哎呀，爸爸爸爸，我同桌明天就要开始搞克隆人了，不是，咱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搞科研呀？老师说这学期再没有诺贝尔奖就上不了重点高中了。不是，你看看别人家的爸爸帮孩子这个发论文写专利，你说你会干啥？你一天到晚就会教我讲笑话，你还不如叫庞龙呢，你还能给我写两首歌。你说你这个破工作是吧，你就会帮我给同学起外号，人家研究个克隆人，你管人家叫小龙人。不是爸，我跟你说，就我跟你说，我每天在学校这种生活，我就只能给我这些未来的科学家同学们传播快乐。爸，我现在在学校，我除了快乐我一无所有啊。爸，这个情绪顶上去了。对，已经用情绪顶了。真的挺难的。我就想如果将来我有了孩子，你们说对于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那肯定是拥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童年嘛。但是你说攻克癌症跟给同学起外号到底哪件事更快乐呢？那肯定还是攻克癌症更快乐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攻克癌症这种快乐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能享受到的。如果我将来的孩子只能享受到是吧给朋友起外号这种简简单单甚至弱智的快乐，我觉得也挺好的。毕竟他只要快乐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得癌症，是吧？谢谢大家，我同桌。大家好，我是赵慧。都知道我未婚了吧？那我就讲讲你们丈母娘，都有机会啊。就我妈，她前段时间生病了，就阑尾这做了一个手术。就这俩小姑娘咋这么紧张呢？那阑尾炎不传染啊，放轻松一点。就其实就是个小手术，但她还是就是觉得花钱，天天跟我念叨，哎呀咋办呀？给你的嫁妆都花光了。我说不至于吧妈，我快30了，咱家就攒了10000块钱呀，那医保还替你出6000呢。而且父母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觉得手术前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但是我爸不愿意去送，因为他快退休了，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人生有污点，所以他们就劝我去送，就为了给我做心理建设，会给我发那种文章啊。马云说27岁的你不必害怕犯错，我倒不是怕犯错，我主要怕犯法呀。那马云话也太多了，就天天就劝年轻人，你也劝劝我爸爸，你就跟他说55岁的你不用害怕重新开始。
小慧的现场真好了，真好。真的，我那天都紧张的睡不着觉，我就一直在用手机搜行贿罪的减刑标准，我想把我后路想好呀。第二天我就学那个电视里面，就是把红包夹在一本书里拿给医生。我去医生办公室，我说：“医生啊，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挺好的，想跟你分享一下。”医生看了一眼说：“你想手把手教我说脱口秀？”李云迪，啥？这是啥意思？这是我的书，送给李云迪老师的。这也没有那么好笑吧？其实那医生一眼就知道咋回事了，就当时就拒绝我了。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轻松。但是我妈就不相信，她说：“你肯定是不够真诚，你得劝劝医生呀。”我知道有规定，大马云不说了吗？年轻人不用害怕犯错。真的，我想我还是劝劝我妈吧。我说你别老想生病的事儿。我妈说你少扯淡了。我就穿着病号服在这输液呢。我不想生病的事儿，我想啥呀？我说也不难吧。那我穿着校服上课的时候想的也不是学习呀。挺好的，哇，观众很接。对，他转型成功了，感觉。对啊，转型成功了，不讲那个。都已经不讲工厂了。哦。而且我妈吧，她就想不通自己为啥生病。她以前一直都健身，她觉得应该挺健康的。我帮她回忆了一下，她当初办健身卡是因为我们家那儿洗浴中心一次20，健身房一年才1000。那我每天听她夸健身房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人健身房那个喷头水真大呀。”因为她有段时间去学游泳，我都觉得就是为了泡澡，因为她自学了3个月，不知道喝了多少水，就没有学会。我说你找个教练吧，他说不用花那个冤枉钱。我说不冤枉，咱也交点水费吧。真的，那他来广州找我也办了一张健身卡，还让我办。我刚开始还以为就是教练给他回扣，我后来想通了，他是缺个搓澡的。我去过一次，我给他搓完澡以后，就后面十几个人在那看着，就广州人可能没有见过北方这种神圣的仪式。就我妈一点都不害羞，还特别自豪，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来客人啊，我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才艺。那天呀，我妈才发现我身上的闪光点，手劲儿大啊！我真的很怕我妈跟他们说：“哎呀，初来乍到广州没带什么特产，让我闺女给你们搓个澡吧。”人生过病以后就开始养生了，我妈就是。啊，他现在要求我们全家每天早晚喝一杯蓝河绵羊奶，因为蓝河绵羊奶新推出的成人奶粉，男女老少都能喝，能满足我们全家的营养需求。真的很养生，因为我妈现在做饭口味特别清淡，我也不敢叫外卖，因为怕我妈生气，她总觉得就是家里有饭了，你就不能吃外面那些野饭了。说我每天一回家就跟去迪士尼似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包，就怕我外带食物。我都没有想到我快30了，每天回家前只能在楼下偷偷吃一包辣条。就每天跟我一起偷吃的零食的都是一群小学生。就终于有一天有个小孩问我：“阿姨，你这个是不是就越长大越孤单呀？”哇，可以，我有点危险。是啊，他挺好的，还。对，我后来就想带他出去散散心嘛，我就想开车带他出门，没想到我妈一上车就变成路怒了，真的摇下车窗骂别人：“你们会不会开车呀？”摇上车窗骂我：“你会不会开车？”我不是不会开车，我就是开的比较慢，因为驾校我最快就开到40，所以就是一上40，我不是觉得超速了，我主要觉得超纲了。就没学过，刚开始的时候我妈特别着急，一直在旁边催我：“哎，你踩油门呀，你超他呀，你那是假肢吗？”后来我妈放弃了，开始思考人生了。不怪你开得慢，可能是这个世界太快了。后来我就找我朋友开车，我觉得他没出过什么事故，应该技术不错。但是上了他的车我才发现，有些人啊没出过事故不是因为技术不错，就是因为他命大。那系着安全带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这车开到一半我妈都有点恍惚了，她问我：“你跟妈说实话，我这个病是不是恶化了？”
就我妈生病的时候，我最烦别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阿姨没事吧？”真，他们只想听到“没事”这一个回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那种既表面关心了你，实际上又没有替你分担任何一点焦虑的心理。所以每次别人问我“阿姨没事吧”，我都会说：“啊，那个怎么说呢？我就是要让他紧张一下。”但我没想到这种问题还有第二种回答，他们都跟我说：“啊，这样啊，那。”没事儿，没事儿，会没事儿的。谢谢大家，我是小慧。大家好，我是一个独生子女。我最近过得不咋太好，因为我的老板特别奇怪。有一次啊，晚上我老板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我没有回，他觉得完了，李雪琴死了。然后他大我干了。没有为什么，我就觉得这种神经病，他死了。然后吧，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20多个电话吧，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把我给打醒了。我一接电话，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他说：“大半夜的，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这破工作太累了，我老板脑子有病，我压力太大了，不想干了，要不回家种地得了。”我妈说：“挂了吧，咱家没地。”哈哈节奏好，我觉得。我说：“妈，你等一下，咱家没地不要紧，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我供我饭就行，那咋的不比上班强啊？”妈说：“傻孩子，给别人家种地那就叫上班。”你们看啊，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没钱没地没退路，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脱口秀大会第一季都看了吧？我输了。回去之后我老板去机场接我，见我面第一句就是：“哎，我不咋太满意啊，你看李雪琴怎么回事？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成一个网红，你让你去说脱口秀，你怎么还能说不过那帮说脱口秀的呢？这不就整得挺不愉快的吗？”到家的时候我老板说：“你下车吧，我抽根烟再走。”我一看这不行啊，我说：“老板，我来给你点上吧。”老板说：“不用不用。”我说：“来吧。”他说：“不用。”我说：“来吧。”他说：“不用。”我说：“来吧。”话音未落，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你们知道一辆价值150万的奔驰修一个窟窿需要花多少钱？我知道，19688。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两个窟窿也是这个价，10个也是，100个还是。我说：“哎呀，那这要是我烫1000个的话，老板，你就说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敞篷车？”但是后来吧，这个车他当时没让我赔，而且还不提，就好像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搞得我特别慌。我天天提心吊胆的，我就琢磨呀，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良心发现了吗？不应该呀，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玩意儿？哦，这啊，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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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啊，到最后这个事儿，我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他暗恋我。哎呀，当时啊，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怪不得呀，你说他为什么半夜三点还给我发微信，想我？哼，男人。还搁这欲擒故纵。然后吧，我就把这些事儿跟我妈说了。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姑娘，你老板喜不喜欢你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我感觉啊，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我当时一听，真的，我倒吸一口凉气，完了，两情相悦了。真的，哎，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我可真是太快乐。我有时候上班，我想着想着，我都能笑出声来。我同事说：“雪琴，你笑啥呢？”我心想：“还雪琴，珍惜这段时光吧。过几天你就得管我叫老板娘。”他这倒是真强啊！对，太强了，真挺厉害的。哎呀，他干过所有说脱口秀的了要。哎呀，那段时间呢，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我天天观察我老板，寻找他爱我的证据。结果证据没找着呢，我老板给我骂一顿。他说我不好好工作，天天鬼鬼祟祟的，说啥就要扣我工资。哎呦，给我气的呀！你们说这男人啊，多有意思，还没结婚呢，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后来我一看，这老扣钱也不行啊，你说他老搁那欲擒故纵，我也不能一直守株待兔啊，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我又跟他说我不干了，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可以。我就懵了呀，这不闹呢吗？我本来想声东击西，这怎么还打草惊蛇了呢？我说那什么，你不挽留我一下吗？咱俩这老些年除了工作，你想想咱俩之间就没有别的事儿吗？我老板说啊，对，我想起来了，我从德国呀订的那个配件到了，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完事儿了。谢谢大家，我这是终于到了总决赛了，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谢谢。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甄嬛传》逗死我了，太好玩了。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嘉宾这阵容强大，就是我们这集的，就是这个主题名字起的也非常好，叫这个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对吧？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朋友们？这是这个在操场上跑圈的基本知识啊！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你容易跑丢。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总跑圈儿啊，因为我从小我就是那啥嘛，我从小就胖，我饭量又大，我那个饭量可以说是就是一人吃饱全家挨饿。然后我上大学就实在想瘦下去，我就跑圈，一天跑10圈，年轻人新陈代谢就非常快，我一个月瘦了30来斤。我减完肥之后，真的我整个人就容光焕发，就别人一看这小伙啊，1.87米大高个，又高又帅又幽默。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老师看了我也喜欢，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那看着我这张脸他都横不起来。哥们当时那个长相，那就是老师的狮子去掉上面那一横，那叫一个帅。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容颜，哎，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不光只有李雪琴。我就猜到我一提李雪琴你们就高兴。哎，这咋整，你说你这，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儿啊，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因为我就胡吃海喝嘛，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就以后再减呗。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我就重新开始跑步，就没把我累死，就我就咬着牙在街上跑啊，不是跟你们吹，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这个仔怎么这么慢，他会不会是超仔？我这个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嘛，我就心态崩了。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就是老程啊，老程就是程璐啊，我程哥，我程哥，我程哥，我。
我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时候的老程还不是现在的老程，而是那个少年老程。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工作压力再大就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所以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学他，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人格是挺完整的，家庭破碎了。这个段子我还给程璐讲过，程璐听完就特喜欢跟我说，建国你在舞台上讲这个我就弄死你。你看这不是老人变坏了，就而是老程变坏了。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就是我讲程璐的这个段落呀，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就硬加的，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你发现没有，就放不就收不住啊。可是都总决赛了就让我玩一把嘛，对不对，你就是你不你不理解我爱说谐音梗，我还不理解你们爱听炒 CP 呢。不管怎么着他都开心了，是是，就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我理解不了，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就跟我跑步一样，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现在不知道为啥忽然跟不上了。我也试图跟上节奏，真的，你比如说比赛之前我就找到雪琴，我说铁子呀，我说你看这样商量一下子，就咱们演出每篇稿子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对不对，1200字，要不总决赛上来就不写别的了，就你写500遍王建国，我写500遍李雪琴，大伙儿就好像挺爱听的，对不对。雪琴听完就很开心的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3×500是1200吗？就今天总决赛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好几个喜剧大师，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真的是我的荣幸。就这段话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能一上来就骗你们，不是那个意思，就是真的很荣幸，因为我知道就艺术搞得好又没把自己饿死，这是非常厉害的。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那搞艺术就得穷，穷才厉害。我第一次租那房子一个月就是600块钱啊，下雨漏雨，刮风漏风，我朋友来我家做客待一会儿他都傻了，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为什么有风。我还自豪呢，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这是我的两袖清风。不是，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而且就我的艺术也没搞好，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就忘了起点和终点，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可是朋友们，就直到我现在我还认为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属于我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就一个东西他不可能，他想过去他至少得先来，对不对。你看我连个时代都没有，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我还是敢这么横，他们最多就是淘汰我呗，时态已经把我淘汰了，对不对，不差你们几个，真的，就各位老师一会儿你实在不行你们就把我去掉，就是老师的吃字去掉我这一横，你们就是帅。谢谢大家。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建国吧。大家好，我是李雪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像缺心眼儿似的。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哎，真好，节奏好就起来了。我就不明白，你说半决赛了，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你让那淘汰的40个人上来讲啊，我遗憾啥呀？大家好，我李雪琴，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不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她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三个月之后她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不？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闺女，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我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她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啊，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吧，工作黄了回铁岭吧，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哎，到王建国了。这剩还没抢了一盘。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还能这样啊？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人，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还有王建国。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把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今年啊，我真的离开北京回铁岭了。很多人知道了之后特别的惊讶，跟你们差不多，那个表情就仿佛这个事儿不是我从北京回到了铁岭，是我本来马上就跟结婚了，突然决定跟王建国私奔。那追着撵着就问我呀，离开了北京你不遗憾吗？说的像我曾经得到过北京一样。对北京来说，我连个备胎都不是，我为他奋斗，为他攒钱，为他付出青春，我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再见了，他也说你谁呀。我回铁岭居然还有人嘲笑我，啊，你回去干啥呀，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你说一个破地铁有什么好自豪的呀，北京好，大环线上下班左一圈右一圈，日复一日，圈复一圈，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太厉害了。更过分的是还有一群人，我在北京的时候他说北京不好压力大，我离开北京了又说北京多好机会多，我就感觉就这些人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我，生而为人你很遗憾。很多人吧都觉得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今天我就冒昧的问一下，你们的梦想是举办奥运会吗？反正我的梦想铁岭就能实现，我就想要锅包肉熏鸡架铁锅炖大鹅。所以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你有你的选择，而我选择王建国。
谢谢大家，我是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蒙恩。虽然我是一个新人啊，但是我接下来必须说，你们接下来看到的表演，将是这一场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好吧？哦。其实我差一点就来不到这个舞台上，我海选的时候差一点就被淘汰了，那天直接就被我干懵了，我就已经怂了。因为海选之前我特别的自信，有一个选手报名表上面就问你，就说你最想挑战的是谁？我当时想都不想，就是李诞。这次正式拍摄的时候，导演又问我想挑战谁，挑战自我，实现突破。我连庞博我都不敢多看一眼。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选秀的导演，他跟我说，你讲什么不重要，你要上节目想火的话，关键要有人设和标签。然后他甚至为了证明标签的重要性，他拿李诞来举例子，他就说，我现在说两个词儿，你说你马上能想到谁？一，诗人；二，爱喝酒。你说你想到谁？你们把我把梗磕破了。没关系 ，The show must go on。但是我跟你说，导演不愧是导演，他马上问我第二个问题。那提到杜甫，你能想到什么？我说啊，啊，你看，这就是杜甫为什么没有李白火，因为他没有标签。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想我的标签，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脱口秀演员无非就这么几个标签。第一个是地域，你来自哪里？我是一个内蒙人。这个节目最不缺的就是内蒙人，这个节目就内蒙人办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明星脸，什么交大吴亦凡呀、浙传钟汉良之类的。有人说我长得像白举纲，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白举纲他似乎也需要一个标签来向别人证明他是谁。我说我是脱口秀白举纲，就跟我说我是脱口秀杨志宏一样。你们知道杨志宏是谁吗？你们当然不知道了，杨志宏是我大姨夫。我甚至为了找我的标签，我去回看了上一季的脱口秀大会，我看他们都起什么标签，结果他们起的都什么脱口秀大王、脱口秀太后、线下之王、炸场王、爆梗王，连谐音梗都能有个王。你就感觉脱口秀这个新兴而小众的行业里面居然充满了帝王将相。我来参加脱口大会就像去了太平天国一样，什么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这些人。脱口秀只有一个工人子弟，就是赵小慧。我真的是从小没有标签。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蔫的小孩，你们知道吗？就是蔫到什么程度，就你们以前的班级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小孩，就这种小孩长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小孩长得就让你觉得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很痛苦，我为了去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甚至做过很多那种叛逆的蠢事儿。那时候武侠小说特别流行，所以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帮派，是由一群不爱学习的中二少年组成，然后他们会用他们文化水平的上限给自己起一个又 low 又霸气的名字。在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叫六中七匹狼。当时我真的想加入他们，但是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然后我求了半天终于加入了，就导致六中七匹狼我排第八。加入之后他们就搞一个仪式叫歃血为盟，割破手指头写血书。这个仪式我们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完，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流这点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歃血为盟的歃字怎么写。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逃课出去和别的学校的门派切磋，第一次出去切就被人切磋得很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输在了人数上，对方叫一中十三太保。而且我们当时人还没来全，就是六中七匹狼，应到八人，十到六人。为什么呢？因为三狼和五狼没写作业被老师扣下来。从那天之后，我们老大立下了一个帮规，以后逃课之前必须做作业。我说等会儿老师，老大等一下，如果我每天做完作业再出去的话，那就不叫逃课，那就叫放学呀。所以在我们老大的带领下，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
架没打赢几场，学习成绩上来了，文化水平就上来了。六中七匹狼从命改名六中七贤，这就是一个特别讨打的名字，你们知道吗？有一回我就被人堵在胡同口了，上来就问我，哎，你就是那个七贤里的老八呀？我是要怎么样？给我打！我说等会儿，怎么了？我怎么招惹你了？是我妹妹让我来找你。我怎么招惹你妹妹了？我妹妹说你老放屁，影响她学习。吓得我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我说大哥你在哪儿？我说没堵出来，赶紧过来。结果对面传来特别小的声音说：“喂，杨仔，我正在考试，考完试就来过来。”我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考试？你快来快救我啊！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茅屋为秋风所赋歌》的作者是谁吗？谢谢大家，我是莫。